县政府代为转发的给部队的加赛金啊，我们请乡长。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詹子明官。所以他真的，为了今天我们的参会啊，他特别选定要跟我们举办一个相亲同进的。向乡亲报告，就是因为你们的支持跟鼓励，还有我们你们的信任跟肯定，让我很荣幸的连任主办这个项目。新展的开始，也有我要延续的事情，要使命感，还有我乡亲的期待。我日后呢，一定要不负众望的当一个称职的乡长，在这边跟各位报告，谢谢。感谢各位乡亲支持我们举光守备大队。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34号哪一位？刚好还是女生的骑士，好不好？啊，当中外线军。那么新来踢馆。58号。哎呀，站住啊！帮我出去吧。20号，现金。61号，5号，照相。好，怎么看了？怎么看了？不看了。啊，不行了。一年一度的宇航，这个孝真的妈妈一长的一长的太不人，一长怎么跑出一长，是不是百善孝为先，有孝字我更欣赏，因为孝顺的人最值得尊敬，因为忠诚都是出于孝顺，如果一人不孝顺，你跟我说我帮他孝顺。我等下再过来给你吃点。主委超好中以后呢，现金3000块啊！啊，红人不要啊！来，接下来是哪张小伙女生亲一下？我和你吻别难分的切，让风痴笑我不再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黄昏的夜。我的心跟着一切少年，50号1600，谢谢。50号